恭喜41岁徐若瑄当妈啦！我们今天同时也要祝你早生贵子。恭喜侯佩岑动算送子姐啦，因为徐若瑄真的有了。李冰宝，妈咪爱你。哎呦，连 baby 的小名都取好了呢。昨天刚过40岁生日 ，Vivian 隔天就宣布怀孕的好消息。她在李冰宝是最美好的生日礼物。她透露从去年12月下定决心养身体，迎接新生命，没想到李冰宝就来报道。她紧急做功课，希望能营养到宝宝，重点是也不要胖到她啦。目前呢，她没有孕吐，胃口还好得不得了哦，最后还偷偷放闪。Say say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，狠狠爱。话说 Vivian 嫁给李云峰当县城小妈，但夫妻依旧积极做人。近几次 Vivian 的生活照都飘出浓浓的韵味。就在2月14号情人节，夫妻晒恩爱时，老公把手放在 Vivian 的肚肚上，被怀疑是在暗示怀孕了。嗯哼，果然是信守怀孕3个月前不能讲的习俗，她确实是有喜了。据悉呢，她是自然受孕，性别不知，但希望生男生。预产期推估在10月，会在新加坡养胎，工作也全部延后。苹果娱乐Online，好漂亮的妈咪哦！报道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娱乐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